TVB 选秀节目《聲夢傳奇》决赛今晚在电视城举行直播。考虑到三号风球恶劣天气，为免五强学员的 fans 在天雨下支持偶像， TVB 临时决定开放可以容纳近300名观众的二厂，俾 fans 可以隔厂直击赛事。而观众席依照防疫措施分四人一组坐，不少 fans 高举应援灯牌撑偶像，当中以人气最强的严明熙 Gigi 和上挑姚卓菲的 fans 灯牌最抢眼，两班 fans 平分秋色，而中游美 Yumi 的 fans 气势亦都紧随其后。 fans 见到记者拍照，即刻举起灯牌，还大叫偶像的名字和应援口号。而身在內地的奶爸李克勤就拍片為五強學員打氣。首先我在這裡要恭喜 Chantel、Gigi、Yumi、Archie 和 Rock 可以成為最後的五強的，也都要多謝一路陪伴著大家的你們每一位的導師。很可惜今天我不可以來到現場，但是我會在這裡一路看著你們的。克勤更加請來好朋友莫文蔚到場獻唱，為學員打氣。大家好，我是 FYY 足球条日报16周年快乐。